据媒体报道，韩国女歌手安优庆祝出道十周年，17日、18日在首尔举行演唱会，不止被50000名粉丝秒杀门票，也吸引许多艺人到场支持。曾跟她合作《步步惊心》力的李准基也悄悄现身，坐在台下听完整场演唱会。虽然穿着一身低调黑衣，但在会场外就被认出来，她也毫无架子，亲切地跟大家握手打招呼。演唱会后，李准基在社交网站上传跟 IU 的合照，举着官方手灯，还拿着手幅会一直绽放在你身边，展现十足的小粉丝模样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